看这个吧，这个跑道，不是跑道吗？你呛成这样了，我感觉不是了。不知道，算了，让他们猜吧，反正是他们的问题，来给我贴吧。这个还是得撕，你这怎么看得到？得撕，就撕他一个，他们要撕了，给你，就撕他，就撕他，就他了，就他们俩。 你们，你们，肩膀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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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四，四，先肩膀，先，四，先肩膀，四，先肩膀，先，四，四，先肩膀，先，四，四，大堂就撤，咱寡不敌众啊！啊，四四，给我，妈呀！ 这谁在抢？这个好找，没用了，看完没用。看完没用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我们去。在一楼，在一楼。啊，救命！行。哎哎，先不管他了，我知道在哪儿。这个现在是速度。什么？去吧。哎，别给他们看，快跑！ 太快了吧，爷！哇，他们有分了！他奥特了，他那个问题就被找到了。一个小时的游戏，未免我淘汰的也太早了吧？你就是因为你坏，为什么？这是谁死的？是不是你？我掀起了这轮游戏的第一个高潮。四，四，四，啊！四四。 救命！你们一共获得14分，淘汰了两位成员，答出了两道题。哇！14分都是雨琦得的。14分都是雨琦拿的。我们俩好意思吗？是战术。战术啊！我们是战术。属于自己的卡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给我跳！不管了。 太少了，得刮，得刮呀，刮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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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刚那个，就是他。爸，回家，那肯定不行。带走，那肯定不行。哇，又是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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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办法，没办法了。他们也太多了吧？不愧是又上千吧？700。700，700，行了行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不管，再来一个，八十，再续，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才来，差不多得了，你别这么，太欺负人了，你们得承受攻击，攻到8000怎么玩？再来一个吧，停，哎，导演，我收手，收手了，导演，收手，收手，谁来？谁来？谁来？你哦，拿下来，行，来吧，来，这把可能有芥末感觉啊，臭豆腐啥的，先闻一下。黄队第一次挑战，我哎慢一点，我都怕它奔着牙。啊，很多籽儿，红色的一种水果。
很多籽儿啊。对，然后你吃了这个东西，晚上你要吐些籽儿，很多很多籽儿。红色的很多很多籽儿，你要吐些籽儿。吃什么不吐什么皮？吐肉。不是不是，红色红色的。红色。对。石榴。对。像我。哎呦，这个好啊！这个好吃。这边，对，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多吃点，好吃的。哎呦，咽了要吐出来也不好。有蔬菜。蔬菜。然后去火。苦瓜，这就是中国人的默契，蔬菜去火。苦瓜。王总，舔一下，别嚼了，特别辣。啊，杨宗纬老师。杨总，等一下，说了一个字，杨宗纬。啊，这个不算吧？不是一个杨。说了一个字，不是一个杨。不算也可以，我们先往下继续。啊啊！杨总。哇！啊呀！调料。四川火锅香油配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他是北京人。葱花。然后那葱花还有什么调料？这大蒜。哎。啊。慢走。哦，这怎么形容？红的，里面很多籽儿。吃什么不吐什么皮。又来一遍。红色的水果，然后它的里面。火龙果。对。哇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每次这边都是调料。我知道了。你俗话呀，老师。年轻的反义词。老。湿的反义词。老干妈。对，不对，那是个品牌，应该不对。老干妈辣椒酱。对。往左，往前一点。哦。那什么东西啊？还没吃出来。算了吧。Pass。快，拿去。好，我感觉他俩这个好像。啊，就啥呀？说呀。牛什么？排。牛什么？液体。牛奶。变得干的了。奶湿。奶是反义词。袋装的，小孩喝的。奶粉。往前。嗯。吃面包的时候涂的一种东西，草莓酱。对，我现在嘴里味儿太多。雨琦和大勋一共答对了七题，看你俩了，现在什么东西？不是你俩了？他呀，他厉害。谁厉害？这回我帮帮你俩。这五年到底得罪了谁啊？你跟谁关系这么差？谁跟你这么深仇大恨？是啊，像是你，一定是魏大勋啊！你别演了，大勋哥。小懒虫，怎么是我？肯定有你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你想让大家跑起来。跑起来以后，这话我说，要不然。他俩取代上了，取代陈哥，就是他。真不是我，自己拿手来回这么转呢。就是你自己拿手这么来回拨了，哇，这太难了。你说你为什么要在这做这个？是，弟弟加油，哥不想让你走。什么？你要稳。我气得手抖，我现在。你不能生气，这时候你得冷静。越到关键的时候，你也得冷静，是不是？看没有？卡这种极限，这不就赢了？对，这不就赢了，很简单。晨哥就走了，你们扒着。你有劲，晨哥不是一把就走了？你们这不走了？这走多快啊！试验，赶紧再试验。哎，晨哥，哎，走了。然后我以后就说，咱们都得跑起来啊！跑起来，来，周深，起歌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。真走了？走了。陈哥录的期数也够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也该歇歇了，该歇歇。让我们这些新人，谁要投我，不共戴天。别去拦截。
过线了。范丞丞站在外边，你怎么不从这儿开始啊？你从这儿开始。小朋友都看见了，我没有。准备。无所谓，画个萝卜就行。站前一点。这啥玩意儿？行，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画两笔墨子，行，你去吧。我们像两个丐帮的那种。你们是我们的仆人吗？大水牛。大水牛。不是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大水牛。你们看过那视频吗？哥哥在拍戏呢，在那儿遛弯，然后旁边那粉丝大水牛，旁边说他大黑牛，结果叫成大水牛了。大水牛，大水牛，是他吗？大水牛，假粉丝，就我们几个吗？对啊，就这几个人，周深有事走了。哦，对，哦，对，老觉得少点什么。这么少的人，哎，我的镜头又要多了。那二位很帅啊，你可以回书里了啊，你回去吧。不是，我是刘洋回来了，没去书里。大家要有这个信念感啊，都是演员。嗯，一个一个走啊，看看咱们舞姿，快，我们走，兄弟们。三二一，看个谁的？哎呦好。三二一，看个谁的？哎呦好。回来，然后再得跳一下。哎呀，舒气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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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写在树皮上了。对，写在树皮上。你认识吗？哎，你们三个应该不认字儿，因为宇哥怕你们偷看。走。蓝队、中队，请准备。我油门给了，出去，退回到起点。范丞丞动了，范丞丞动了，那腿一直动呢。丞相，你这个姿势怎么？蝎子摆尾是吧？完了。白鹿他就在你斜后方，一个大嘴巴子，一个大巴掌就过去。Hello。It's me. Yeah, it's you. 打到了吗？没打到，我偷。没事，咱后面还有一个氧气女孩。还有一个，快给氧气！呀哈，好，抓住！哎呀妈！快，我动了，我动了，我回去，我动了，我动了。没动，快打了！你别打我身上。先打那个玉小。想不到啊，你根本看不见在哪儿。算了，这太灵活了。这个一点不灵活，快打他！弄倒！啊！还没打着呢。
发生了什么？啊！啊！啊！医生！医生！医生！救命！啊！大哥，卢一晓啊！对不起。快把头伸起来。怎么转了一圈？哦，这么能滚吗？滚！啊，被逮住了！哎呦哎哎！啊！发生了变化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哎！哎哎，疼疼疼，哥哥疼！哎呀！疼！我不玩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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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眼神。此刻的眼神充满了杀气，没打着。来路被打到了头了，终于结束了这场。你看范丞的眼神。恐怖片啊！我呸！哎，好，你不行，来个痛快的吧。哎，嗯，啊！王金轩，你好狼狈啊！不要怂啊！不要怂！哎。哎哎哎呦我打着了打着了打着了范丞丞胜出，那这一局就是蓝队胜出。他已经卸妆了。谁妈呀，你这是，哎，你哪位呀？你是那个男团的成员吗？不，我氧化男孩。氧化了，太夸张，融化了。我的天哪！我第一次看你这么爱流汗的人，真的。汗宝宝。汗宝宝。行，下次抬头有了。你们俩上。那我们俩，我们。我跟真源。我这一趴的素材应该是够了。你不是够了，你是够够的了，你别整。什么东西啊，这是什么鬼啊，这是能不能正常一点？他脖子上是什么？脖子上是什么？啥玩意儿？再出来一下我看看。是啥马桶？马桶吗？这衣服，睡衣。再来一遍。是耳机吗？不是耳机。不是耳机。不是耳机，他们答错了，我答对了。他也说的耳机啊。他也说的耳机。那不耳包吗？我答的是耳罩。耳罩吗？耳罩。我是对的。他是对的。睡衣不对，我说的睡裤，睡裤，他说的这是秋裤，你没有，你说睡裤，现在目前没有对的，重新喊三二一，重新来，小孩的秋裤，要不这题取消，谁疼？要不咱重新抢，取消这题，取消，取消，取消，来吧，取消，现目前没有对，他们说的是耳机，耳机，耳罩，他们说的是耳机，一分都没有。东北戴的耳罩，东北戴的耳罩，这确实是耳罩。让我们得一分能怎么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都没地儿坐呀，哥哥。坐了吗？我坐了。
不是，我这有点不舒服，哥哥，你这硌着我了。你基数太大了，压不住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疼，疼疼，疼疼，不行不行。你这牙疼吗？不是，你得坐住我呀。他坐不住我。他这个能坐的地方怎么那么少？我能正着坐吗？可以。哦。你能压住我？你能压住我？等会儿再来一次。你头往后一点，这样更重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上套路了。下去，输了。晨哥第一次挑战失败，没有成绩。等会儿我先起来一下。不是，我这个腿实在抽筋，抽的有点。是游戏的事儿，还是这个年龄开始？年龄。你得先这样。对，然后一人压一条呗，就一人压一条。要不要我压脚吧？可以。Yes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Yes。哦对。哇哦！我怎么那么累啊？一米二三，还可以哈，可以。来，下一位成员。啊！这肯定压得死死的，压好啊，哥。好。我怎么感觉你要把脸贴地上？不是，弟弟，手往前伸啊，手往前伸啊！哎呦我去！你干啥了？真发力呀！我靠，发力的点不太对啊。哦，有希望，你还得回呢啊！哎呦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！范丞丞的成绩是1米16.5，接下来下一组，队员挑战一下吗？试试吧，让我们对自相残杀了。对，你再试十轮，然后咱们去撕名牌，累死你。你这个意思是吧？这个意思。咱们这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啊。人家摆，你们俩在后面演的。超了1厘米。队员走进我心里，胸肌、腹肌、大腿肌。